哎，我是康康，我们是大康的康达。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阿达，干嘛？你有没有看过金钟奖红毯啊？哦，当然看过啊。哦，你有走过吗？当然没有啊。没有啊？你那什么态度啊？你走过吗？当然没有啊。那你刚才不去了什么？但是我陪人家走过啊。凭什么？你们又没拍什么电视剧、电影的？不好意思，手可以借我牵一下吗？疯狂粉丝啊你！多想要走红毯啊你！真的好想要成为红毯的一部分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想当明星想疯了、哦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帮我一下，帮我一下，帮我一下。怎么帮你啊？你就躺下，让我走过去就好了。当红毯的部分啊，可以还是当主持，让你体验一下吧。我们要去庙里，那叫住持啊。哦、怎么听错了、啊？当红毯主持人好吗？主持？对啊，主持你 OK 吗？啊，没有主持哎、欸，对你来说太难了吧？不主持哎、欸，平常都是我在主持节目嘛，哪里难啊？没有哎、欸，主持红毯跟主持节目完全不一样，你不可以这样小看人家。我知道啊，但只是主持让你体验一下而已嘛。主持你不行吧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你过来，你当来宾，你当来宾。我来宾，对，来，好，好，我们来到下一位来宾，好，来跟摄影机打个招呼。不对啊，我才主持人吧？你看看来宾的反应都比你有趣啊，你真的不能主持吧？是你这来宾的问题吧？不行，你这样子以后金钟红毯找我们两个主持怎么办？金钟是绝对不会找我们主持的吧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好，以后我罩你。你罩我什么？我罩你啊，没问题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个样子，你就在旁边笑就好了。我拿麦克风这种笑，我有多废 啊？不用拿麦克风了、啊，连麦克风没拿，更奇怪了吧？旁边的观众都没有拿麦克风、欸，哎，你在干嘛？不是观众好不好？我也要在红毯上吧？哦，你当然可以这样闯进来一下，然后一下，没问题。疯狂粉丝啊，我才不是你好不好？主持就交给我了啦，你就放心嘛，好不好？我是要放心什么？你就放心闯进来就好了嘛，放心啦。放心这个部分啊，放心啦，交给我罩你，我罩你，好不好？你到底要罩我什么？而且平常节目都是我在主持的吧？大家都可以看到 哦。我想说是因为你比较需要练习啊。哇靠！这种话说出来，对呀，是你比较需要练习吧？哇靠！天才不用练习的好不好？哇靠！这么帅！好，那你等一下主持一下给大家看。哦，那你先躺着红毯，然后给我看。不需要，好不好？不需要当什么红毯，我当来宾，你当主持。哦，我主持。啊，对，好，好你过去哦。不要跟着我一起移动，好不好？永远没办法相遇啊！气场太强，气场太强，早来了，不要逃避现实哦。好，我暖身一下 ，OK。好，嗨，你好，好生硬啊。我今天晚上这个红毯的主持人，我叫康康，你谁啊？太没礼貌吧？你谁是什么问法？那我们聊一下关于今天晚上对于这个中国共产党二十大的。还好的。干嘛？聊这个话题绝对 out 了，马上延上了。啊？而且请问一下，我刚走过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吗？我有反应啊。你哪有什么反应？我左脸的毛细孔有放大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太细微的反应好不好？有看到。你应该来一点迎宾词吧，带一下气氛吧。我有在气氛啊，我想要制造一种那种半夜在学校里面你一个人经过走廊的感觉啊。恐怖死了，还真的做到了。可以吧？不，这主持人不行，这红毯金钟会被你毁掉、欸。金钟红毯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走中奖红毯可以了吧？也不行吧？走中奖红毯也不能被毁掉，都不行被毁掉啊！放尊重一点，人家这两天在举办典礼啊。你看看撞齐了吧？这样子我们走中奖红毯真的是，人家才没有红毯才会主持好不好？少在脸上贴金啊。而且我问你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喷到口水不行是不是？没有贴金的部分，我说贴金的部分。贴金的部分，口水就是金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好，问一下，你想要主持走中奖红毯是不是？对，怎么了？你跟人家网红圈 YouTuber 熟吗？至少比北极圈 YouTuber 熟吧。不能这样比较了吧？不是，你走红毯的时候聊一聊就认识熟了嘛？太晚聊了吧？一组访谈个两个小时 ，OK。太久了，所有来宾都挡在门口啊，然后没有人可以进去那会场，活动大乱好吗？奇怪，他们是不会排队是吧？这些人不是交通大乱部分啊，是人家进去颁奖典礼。哦，那我们就发号码，可以让他们放码牌，然后轮到他们说来这红毯这边嘛。为什么搞得红毯比颁奖典礼还要重要、啊？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直接打断人家典礼吗？137号曹君伟先生起来，红毯出报道，谢谢。不要讲人家小五百块的本名啊，我又尴尬的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请128号，号哥起来红毯这边报道。太多号了，人家没有那么多号啊。你叉子掉在这边，谢谢。谁在典礼的时候带叉子啊？叉，你人家作品开玩笑对不对？你当我不知道是不是？什么？邓福如，叉子妹，邓福如，叉子妹。
你才不要开人家玩笑好不好？人家 key 是这样子吗？人家拿什么 key 啊？他就这样唱的啊。Devil Row 号码牌嘞，号码牌找不到，找不到多少东西啊，好好。112号视网膜先生，请把你的视网膜借他，谢谢。才没办法借这种东西，而且人家浩浩眼睛也好好的啊。为什么搞得好像在念绕口令一样啊？我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原来大会报告了、啊欸。全世界没有一个红毯可以变成这样搞的、啊。红毯不适合我，是不是？不适合啊！看来我比较适合开场主持吧，对吧？对吧？红毯都主持不好，你也想要开场主持？不是，人家开礼车进场的时候还没人主持，你知道吗？这种开场主持，这种开场不需要主持吧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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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在指挥交通吧？来来来来，现在进场的是 EXY587，EXY587，轿车是不是啊？报什么车牌啊？看来是我们55688台湾大车队，台湾大车队要进场了。太多远，完全不需要这主持。好、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哦，车上坐什么样的来宾？什么样的来宾呢？是谁？是谁？哦，总司机王大哥来。热烈欢迎！介绍司机干嘛啦？一点意义都没有啊！光介绍司机啊！啊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王大哥已经开了28年的车了，至今没有造逃前科啊！应该的，反正不应该造逃。等一下，请啊！才没有那种开场典礼哎！没有王大哥啦，人家王大哥介绍他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人家点阅率很高的、啊。王大哥有开频道《台北司机图鉴》，感觉有个好看的、啊。台北司机感觉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啊。对啊，po了一堆自己的营业执照在上面啊。这只是图鉴而已啊，有够无聊的图鉴啊。是不是要好好主持介绍一下嘛？不需要介绍他好不好？你有这种开场的话，颁奖典礼搬到民国几年啊？我算一下，就不用算了好不好？搬到民国300年都搬不完啊。300年，你确定吗？我算一下。不要再算了，我是说绝对搬不完的意思。啊，不然我们把颁奖典礼整个砍掉嘛，我们直接把榜单贴在外面大门上就好了嘛。榜单是什么样颁奖典礼啊？是不是？贵宾从礼车下来，然后挤到榜单前面。哎，我在哪里？我在。我是最佳女主角，我是最佳女主角。然后大家走了，颁奖典礼不用了，红毯就砍掉了。那么当然是不可以这个样子嘛。你也知道啊，一堆车挤在那边能看吗？来来来来来，我来来来来来，不要再主持交通好不好？来来，好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你先停下来。说这边不能停的，停不停？来来来，坐车啊，坐车，来，你停下，你停下。我怎么了？不要，冷静一点。你听我说。哦。我不知道让你不舒服的意思，但论主持的话，还是我能力比较适合吧。哦，你听我说，不是要让你不舒服的意思，但你长得比较像观众吧？等一下，超不舒服的、啊，是吧？是吧？谁在跟你讲长相啊？我在跟你讲能力，好不好？能力，你刚刚那次反应很糟、欸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不适合主持的，那是来宾的问题。你好好当来宾的话，我就可以当主持了。哦，就我？对啊，就我。啊、OK 啊，当来宾，好好好，来。我们红毯上第一位嘉宾已经来到现场了，哇！看着身高就知道是我漫才界巨人何瑞康康康先生，请跟我们摄影机打个招呼好吗？嗨，摄影机、不是跟摄影机打招呼啊！哇塞，应该是要跟观众打招呼才对吧？一来的时候马上就表现了一下什么叫做漫才，不愧是我漫才界的巨人啊！那我欢迎我们的康康进场好吗？啊，谢谢谢谢。看到没有，这才叫主持啊！来来来来来，等一下等一下哦。那是因为啊，那是因为你已经认识我了吧？你跟不熟来宾应该办不到吧？不熟的来宾当然没问题啊，真的哈，没问题、啊。OK 哈、啊，对啊。来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从台口楼梯这边上来好不好？来来来，然后上来，等等，这是什么红毯啊？哦，就是大家看完演出散场，然后到外面跟我们拍照，中间这段路的红毯啊。散场要什么红毯啊？谁会看啊？第一排可以起立了。不要，不要叫他上来好不好？不需要这种红毯，办不到是不是？道歉。道什么歉？道歉。你道歉，不需要这种红毯，就你直接当来宾，我当主持人就好了。你以为我不认识来宾就好了？不熟的，不熟的，没有问题啊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红毯上面星光熠熠的，我们第一位来宾来到现场，很热情跟大家打招呼，大家跟他说好好吗？恳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谢谢，恳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剧场的红毯是不是啊？谢谢谢谢。让我们公职之位候选人当选，动算动算啊这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啊。败选了吗？我们大家齐聚一堂啊。是我们好朋友最后一程了、啊。告别式吗？告别式有红毯吗？失去何先生是我们国家很大的遗憾。还是你的告别式啊？但何先生平时为人风趣幽默、啊，希望他的告别式能够让大家开心一点，所以大家等一下跟他一起嗨起来好不好？太难了吧？告别式要嗨起来吗？不对吧？真的嗨起来了。所以他今天还特别请了他觉得最有趣的主持人来为了我们大家服务，所以我们大家等一下跟他嗨起来好不好？太难了，难到登天了，办不到啊，办不到，办不到，是不是？去旁边我罩你啊，去去去，场合。没问题好不好？对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安静吧。好好好好，要嗨起来是不是？要嗨起来是不是？好，各位观众们，嗨起来好不好？耶！让我们用笑声还有掌声送我们何董事长上西天！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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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！大家
家知道我们何先生是什么？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人。大家知道他怎么死的吗？是马上封死的，是不是在幽默？是在幽默。所以我等一下喊戏，你们喊哼好不好？来，准备好了吗？戏。戏没有错，想必我们天大何先生也在吐槽大家了。等一下，何先生他根本不会吐槽啊！要下地狱是不是？我跟着一起下地狱啊！哎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，完全不对吧？那接下来也麻烦你了，对，还要继续吗？我先赶下一个行程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麻烦你了，麻烦你了。哇，这个候选人行程真的是满档啊！我们谢谢他拨冗啊，来到我们这一个红毯上面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家垃圾车他快来了啦哈！不好意思，他倒垃圾而已啊，告别式比较重要吧？好，哦，但是错过垃圾车这种事情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心动啊！大家一定都有错过垃圾车的经验，对不对？你们有错过垃圾车的话，请跟我说呜哦，来。哇、哦，没有错，很好。哇，所以下一位来宾呢？哦，是这个搭配的非常激昂电音走的台步，想必是我们时尚界下一位明星。好，我们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？打个招呼好吗？嗨，这只是打个招呼而已啊。哇，还持续非常专业走的台步啊、那请问可以访问你一下吗？没问题，尽管问。对啊，那一直走很难访问你啊。那可以请你多说几句话吗？可以，可以吧？啊，我们这是已经可。辅助辅到你华丽的那个走步啊，那可以请你脚停不下来是不是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在找厕所。老演员在憋尿、啊。那你先去，没有关系，先去。没关系，你尽管问。不是，先去没关系，尽管问，快点问。就去嘛，就去吧。哎呀，忍不住了，你快点问。那就赶快去啊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先去厕所。我们等一下就好好访问他哦。来不及了吗？啊，哇，来不及了，这还是非常专业走台步走掉、哦。哇，不愧是我们时尚界的明星哦 ，The show must go on 就在身上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现场了哦，感觉是一位青春偶像哦。主持人你好，啊你好，哇，衣服好华丽哦。谢谢你。这件是 Gucci 的。哦 ，Gucci 的，果然是名牌衣服啊。这件是 Costco 的。Costco 搭配 Gucci 啊，哇，好搞不懂你的时尚啊。啊，人家脖子上这一串。哦，这种该不会是施华洛世奇？新东阳的。啊腊肠吗？哦，现在是挂腊肠在脖子上啊！不如人家手上这个包，哦，包限定款的包吗？嗯，新北市专用垃圾袋，还真的是限定款的、啊、哦，限定在新北市可以使用，这一身时尚我真的完全搞不懂啦、啊。哦天哪，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不懂时尚的人说话。Oh my god！ 我真的是不懂你的时尚。哎、欸，刚刚你跟我说话吧。我天哪，怎么突然有一股陈旧的酸味啊？我走了。就是你脖子上面腊肠的味道吧？啊、但谁知道腊肠不会是下一个时尚单品呢 ？OK， 哦，吃起来了，吃起来了啊！哎、哦，对我这个时尚果然就是要有实用主义才叫时尚哦。发腊肠了，发腊肠！但我们在告别式拿过腊肠没有？对不对？要把握机会哦，在干嘛呢？哦，今天要拿腊肠玩 Poking Game， 哇！所以朋友幸运啦，今天可以玩到 Poking Game， 回去记得吃胃肠药啊，你应该拉肚子了，好不好啊 ？OK， 好，我们这个红毯呢，这是各式各样奇特来宾都有来哈、哦，没有了吧？啊，还有下一位，下一位啊，下一位来宾呢，哇，感觉台里一个重物，而且有很多人的哦，台官舞，该不会请到台官舞来到现场了吧 ？Hello sir， 哎，请问是告别式吗？您订单到了，谢谢。送外送的、啊，送外送为什么跳这种舞啊？哦，我喝了几杯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酒不能酒驾吧？外送员。等等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您订的寿司拼盘啊。哦，好，外汇的外送是不是？那这一句是您订的大体吗？啊，大体啊，真的是大体啊！刚才什么大体寿司吗？东西没有问题的话，麻烦林先生签收一下，好不好？谁是林先生啊？我姓陈，他姓何啊。送错了。那还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送错了吧？大体也跟送错啊？这杯大冰拿才是你的、啊，谢谢。拿铁不要跟大体放在一起、啊，够不卫生的、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帮你回去拿杯盖，不好意思，连杯盖都没有啊！大体上面撒满了咖啡啊！记得给我五颗星，谢谢啊！我会直接客诉你啊，给你五颗星啊！但是这个外送员真的是很辛劳哦，所以这个体谅是我们社会共同的责任，我们还是给他五颗星好不好？哇哦，还在送外送啊，哇，接了很多单呢，一次次接很多单，想必生活很辛苦吧？哦，那我们恭送他拿大旗离开啊、哦！哦，我们下一位这个来宾呢，感觉他的沉重脚步拿着一个雨伞，就是我们的家属了。我们家属跟大家致意，那就请大家跟他致意好吗？哦，这个家属他，这家属他嗨起来喽！哦，这家属他嗨起来喽！应援舞了，哇！这是我们何先生告别式，一定要充满活力啊！请跟大家说句话好吗？才不是，才不对，才不是这样的，菩提萨婆，原来是我们观众啊！没想到我们的观众已经彻底成为邪教团体了，真是没想到啊！有请左护法指示，谁是左护法？有请右护法指示，左还右啊？Fuck!
有请左护法指示。他的发绝对金钟颁奖给你致敬嘛。有请左护法指示。我到底要指示你什么？我手中的圣火。你刚拿的火吗？这样子有够危险的、啊。请问要开始烧了吗？你还不能烧了、啊。我红娘没有主持完，你要烧什么？哦、啊，知道了。那请左护法准备好自己的肉身之后跟我们说一声好吗？要烧我嘛？活人献祭是不是啊？但是这个宗教总是有多样性的嘛，这个活泼宗教还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，但烧活人是绝对不行的。什么东西烧不烧啊？信导主任啊，这什么场合？这么场合？告别是这么庄严的地方，制造这么大的噪音哈？你们还在一直讲那种不堪入耳的话，告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因为我们这位来宾真的有很多情绪要发泄，像告别是摆到很有情绪，看情绪发泄出来就没有事情啊，好不好？什么东西啊？你这群人啊？那可以先访问你一下吗？没问题。哦哦，马上冷静下来，是不是？哦。啊，请问怎么称呼您呢？王木林。哦，林先生是不是啊？那请问跟何先生什么关系呢？家属，家属。哦，家属啊。隔壁告别室的。啊，跑错棚了是不是啊？隔壁家属，林先生。嗯。刚刚大体该不会就你们家的吧？就是你接我们单哦。那谁要接你们大体的单啊？我麻烦一下，你们这个噪音不要那么大声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请的 DJ 都听不到了吗？你们来请 DJ 啊？你们告别是更嗨吧？而且我们请了法师呢，法师团要来了呢，法鼓山下来呢。哦，现在上台他练 rap 的时候 flow 不对嘛？法师还 rap 啊？哇靠，你们都是 party 吧你们？来，摄影师现在拍是不是？在拍是不是？在拍。哎，你们打马赛克？哦，我事后帮你们打马赛克。都要打。对，全裸是不是？都打，全裸。哇，你们玩多大？要下了地狱就不用再当马子狗，下了地狱牛头马面都是我哥。rap 啊，哇，双压，哇，这 rap 文化已经充斥我们整个社会了。没想到告别式也可以听到 rap 啊。啊，我们这个如果何先生告别式不够嗨，欢迎到隔壁朋友林先生那边去续团啊的。哇，我们这个各个来宾已经在红毯的末端那边玩得起来了，玩得起来，还拿腊肠杂耍哈、啊。而且我主到现在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？我主到现在没有一位贵宾进到我们的告别式会场面去啊！告别式会场面空荡荡的，只躺着一具遗体而已啊，冷清清的，不止冷清清，还冷冰冰的。不好意思，你又是谁？对，我要进去一下，拜托让我进去。你真的要进去吗？真的，让我进去我身体里面，拜托。有灵体啊，让我进去一下。这时候来不及啊，都告别式啊，可不可以让我进去一下下就好啦？还有心情开这种玩笑啊你？谢谢大家。